朋友，月牙儿出来一点点明哟，出门的人儿谁照应哟。唱得好，唱得好。洋芋茶茶啊，喝着陕北的米酒，真像是回到了陕北啊！来来来，咱们磨一磨，磨一磨，别来来来来，站好站好，来，哎，大家吃好，吃好啊！雷老板啊，什么时候有机会啊？我带您去我的老家冷水沟，我带你吃最地道的羊肉，听我爹给你唱原生态的酸曲。你家是随到冷水沟的？对呀、啊。咋冷水沟你也知道？这我咋能不知道？穷得叮当响的地方吗？哎，老板，嗯，我还一直有点事儿想跟你说呢。什么事儿？就是方言他妈，就是童医生啊，嗯，他到我那儿来问过你。他打听我干什么？倒是没问什么，就是随便问了几句。雷老板，这次这个工艺工程。你给了我，我知道你这是对我最大的信任，真的，我心里特别特别的感激。嗯，我给你做个保证啊，嗯，我肯定把这公寓完成好，嗯，啊，不给你惹任何麻烦，一定让你满意。你小子别跟我说骗的话啊！我是看你小子聪明，有我当年那种灵性劲儿，要不然我才不给你。树林哥，林老板多好的人啊！哎，要不你认林老板当干爹吧？这怎么说话？我连亲儿子还没有，还认一干儿子呀？林老板，你没孩子呀？行，不说这个啊，来吃吧。我这不该问。大家吃啊！大家吃。什么叫这么开心呢？哟，这位是？就是这儿的陈老板。啊，陈老板，来，这位是林东方林老板。啊，林老板，你好，来，敬你，敬你，来，大家一起，来，一起举杯，敬杯，敬陈老板一杯。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嗯，味道不错。好，大家吃，哎，林老板，我给您倒上啊。好，谢谢。来，我给你在这儿。大家吃好喝好啊，啊，慢慢吃啊。今天怎么没把你的秋燕带来呀？你啥意思？看来呀，你是不知道，秋燕跟我们惠老板解除了婚约，气得我们惠老板呀直骂他是白眼狼。秋燕和惠云腾解除婚约了？对。呼气。嗯。好。吸气。行吗？行，腰挺起来。哦，先放平了。啊，呼气。你们城里人啊，可真会享受。哎，什么城里面乡下人？哎，你唐秋燕现在在东海，大大小小也算是名人了吧？啥名人啊？不过啊，我觉得能办五所分校，倒是我没想到的。哎，你只要能跟我在一块儿，你没想到事儿还多着呢。那我现在就说一个你没想到的。哎，还有我没想到的，说。我决定啊，办一个六一心愿活动。六一心愿？嗯。什么意思啊？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啊，让每一个同学说出自己的心愿，然后通过网络还有媒体的力量，号召全社会的有识之士伸出爱心之手，认领这些心愿，给予所有的孩子们关怀，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哎。别说啊，你这个创意还真挺好的。这不是我的创意，是树林的。杨树林的创意，哎，没想到树林这脑子里面还真有点邪门东西啊。哎，这可不是邪门啊，这是正道。我啊，先把这弄火了。哎呀，这次能揽到林东方这个工程，兄弟啊，你给咱立了大功了。按现在工程量来算啊，咱们最少还得找100个工人。不用，我把我那边工地的工人再调过来一些。那个，我准备让金龙宇管工地上的吃喝拉撒这些事儿，你看呢？为啥不让你哥管？我
哥那人你知道，榆木疙瘩，这种事儿他管不了。行，你说了算。刚才啊，我认认真真算了一下咱们这工程，在林东方手里已经是二包了，在咱们手里这是孙子辈儿，现在利润非常非常少。兄弟啊，这都很正常。嗯，咱这题内损失，咱可以题外补啊。不明白吧？我跟你说啊，咱可以在工人身上和这个工程材料款上好好的挖他一把。啥意思？哎，我跟你说，咱现在不是300多工人吗？这每天的工资和这工程材料。马上就要到了，我相信呢，在你们每个人的心中呢，都会有一个小小的心愿。今天呢，老师就希望你们能够大胆的把自己的六一心愿讲出来，城里的叔叔阿姨呢，一定会帮你们实现的，好不好？好。好，来，谁先来？啊，你说。我要吃一次肯德基。嗯。你呢？我要吃一次生日蛋糕。好。你呢？我想要一个新文具盒。文具盒？你呢？我想要一盒水彩笔。你，我想要一个新书包。嗯，我想要一本《地球之谜》。哦，你呢？我想要一本奥特曼书。奥特曼书啊？啊，我想每天都过六一儿童节。新到的大米，货色不错。我想要点民工米。现在工商局查陈化良的事，逮住就罚，大家伙都不敢干。我是谢三工地的，他让我来。谢三让你找我？谢三让我找一个姓陈的人。我就是。谢三儿已经把手续全部办完了，我马上给你出货。哎，没想到孩子们的心愿竟然是如此的简单和朴素。是啊，好多孩子呀，跟着父母来东海打工都10年了，连市中心都没去过，就是近在咫尺的动物园啊，也是从课本上了解到的。嗯，共青团东海市委啊，知道了你的这次六一心愿这个创意，他们认为非常好，决定号召市民们积极领取孩子们的心愿。并把这次活动的主题命为给孩子们一份礼物，还他们一个童年。真的啊，这次活动我们关注栏目全程跟踪。哎，那太好了，有了你们的宣传，我觉得会有更多市民来关注民工子弟的。没错。我还给孩子们布置了一个新的功课，让他们把自己的心愿都写成一篇作文，然后再进行10大心愿的评选，怎么样？哎，别说，你这个主意还不错啊。好主意。看看还可以吧。哎，这不会把人吃出什么毛病吧？你就放120条心。太狠了，这谢三让我们吃发霉的米。哎，这心也太黑了吧。您这是不当劲儿，不知油盐柴米贵。谢三儿不黑着长，哪来的钱呀？这也太黑了。我是蓝花花民工子弟学校2年级的学生，我妈妈得病死了，我跟着爸爸从湖北老家来到东海打工。爸爸在工地干活时，右手中使的一根筋被锯断。去年，爸爸离开东海，到山西一家煤矿做工，就把我寄养在东海打工的大伯家。我的六一心愿是，
能吃上爸爸亲手炒的豆芽菜，因为我实在实在是太想他了。何婷婷同学的心愿很朴实，而且充满了很多的感情。希望你早一天吃到爸爸做的豆芽菜，好不好？好了，接下来，陈刚同学吧。我是班里的英语课代表。由于学校用的英语教材只有书本，没有磁带，有的地方只能跳过不上。我的愿望是能和东海小朋友一样，在漂亮的电教室里上一堂真正的英语课。我相信陈刚同学的心愿肯定是每一个同学心目当中想要实现的一个愿望，也希望咱们每一个人都能上一个真真正正的英语课，好吗？好，接下来哪位同学发言？来，陈小红。我过过很多个六一儿童节，但最难忘的是去年六一那天，妈妈打工忙到半夜2点钟才回来。我对妈妈说，我过六一儿童节你从来也没陪过我，明天就陪我一次吧。妈妈没顾自己的劳累，答应陪我去玩。第二天到了游乐园，我蹦蹦跳跳地跑着，只顾自己的开心，没注意妈妈憔悴的面容。这时一位叔叔喊道，有人晕倒了。我突然发现妈妈不见了，便向人群中跑去，没想到竟是妈妈躺在了地上。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妈妈被送到了医院。医生说妈妈是因为过度疲劳晕倒的。我哭喊着妈妈，对妈妈说，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您那么辛苦赚钱让我上学，我却不懂事让你带我去玩。妈妈终于醒了，看见我又红又肿的眼睛，妈妈难过的流下了泪。妈妈说，我没事，没想到这么多年你第一次请求就让我晕倒泡汤了，明年妈妈一定给你补上。妈妈，六一儿童节又要到了，我再也不会让您带我去玩了。我是一个大孩子了，我懂事了，我会和您一起分担生活的艰辛。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妈妈，你不要再加班了。小红的妈妈身体能够健康，希望你跟妈妈可以度过每一个快乐的六一儿童节，好吗？好，同学们，现在咱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电视台的周老师给我们讲话，好不好？同学们，你们刚才的发言非常好，非常精彩，也很感人。我们呀，要在你们的心愿当中挑选出10个心愿来，再在东海找10个家庭来结成对子，做一期手拉手的节目。同学们说说，你们能给城里面的同学们都交些什么呢？大家静一静，同学们都静一静，一个一个说，好不好？先说，你煎鸡蛋。煎鸡蛋，好。你呢？洗袜子。你砍柴。砍柴。你教他们游泳。游泳，哎，好，锻炼身体。你呢？我可以教他们做农活。做农活，哎，好呀。那你呢？我教他们整理家务。好，爱干家务。那你呢？我教他们整理书包。书包。你呢？我教他们种水果。你这边教他们倒立。倒立。这是运动的一种吗？哎，头儿，这里里外外我都收拾2遍了。我跟你说，卫生局检查民工工地食堂这是第一回，如果检查不合格，工地就得停工，这后果你是知道的啊。那这太好了嘛！那谢三经常喊是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地下有人管他了。别听他的，现在看病那么贵，把大伙吃病了，他负得了这个责任吗？哎，一定要注意卫生啊！那要是能给厨房投点钱，我会把卫生搞成民工工地的样板式。行，你列个表，看看需要多少钱，我去跟谢三说。哎，
来来来，哎，谢米了。哎，谢，哎呦哥，谢茂玉，这么快？你嚷嚷啥？都在工地干活呢，你一个人慢慢歇。啊，谢不了，谢不了，蹬过来都累死了。怎么这么大的霉味？怎么了？怎么陈化粮吗？陈化粮没有霉味，那叫陈化粮啊！哎，金冬玉，以前买的粽子还能吃，你这回买这米我看有问题。哎，你是不是吃了卖米的好处？哎呀，你给我滚蛋！我吃啥好处？我告诉你，这都是谢三买的，我的任务就是把他拉回来。不，你看，这米不能吃，我找他。王八蛋，什么钱都挣！哎，我这还等米下锅呢，你下下下，都让吃都让吃，吃出问题了都去找谢三去，赶紧下赶紧下。这吃陈化粮咋了？这民工米它又不是我发明的。哎，现在哪一个工地不都吃这种米吗？质量差一点的米咱能吃，但是这种发霉的米，万一吃出事儿了怎么办？你别吓唬我，出事儿能出啥事儿啊？这种米是你没有吃过，还是我没吃过啊？我敢把哪个也没吃死。谢三，我跟你说，咱们做事得有底线。你看看大家伙，啊，这么辛苦在外头干活，他们要是吃不好了，这活怎么干？这钱有的能省，有的就不能省。陈化粮以后咱不买了啊，亏心事做多了咱遭报应。你要是怕遭报应，你就把这买毫米的差价，你给咱补上不就完了？你跟我抬杠是不是？我告诉你，树林说话从来都不是放屁。你我都是下苦人一路走过来的，咱别好了伤疤忘了疼。咋说这些工人也是咱自己的弟兄。弟兄，树林，你是不让你哥树根吃这种米找理由吧？放屁！混蛋！坐，都拖出来！快点喘！拖，证据都拖出来啊！来，快点喘！快点喘！拖出来！拖出来！拖出来！怎么回事啊？出事了，都中毒了，中毒了！已经有的送医院去，你快帮我把他们送医院吧！快！哎，树林呢？和金刚又去了医院。你们明知这是陈化粮，为什么还要给大家吃？所长大人，这个事情我是一点都不知道啊，这肯定都是我们那个杨队长干的。你放心，等他回来了，我一定严肃处理。啊，走，办公室。已经上报纸了，建委啊、工商局、卫生局已经组成调查组，要来调查这件事儿。好，80。你多大个？我跟你说，杨叔，啊，工程是我包给你的，工期一天都不能耽搁。不是领导，那我们不敢对抗人调查组。我不管，你自己想办法，否则我就把工程收回。听清楚了？我。这次呀，由兰花花
民工子弟学校发起的六一心愿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引起了社会的共鸣。市民们纷纷打电话给我们教委，还发帖子，希望类似这样的活动以后要多搞。真的没想到，这么一次小小的活动能牵动这么多市民的心，我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这些好心人跟热心人了。应该感谢你们蓝花花民工子弟学校搞出这么好的创意。谢谢主任夸奖。你们的这次活动啊，搞得非常好，拉近了农民工和市民的距离，表现了和谐的魅力。帮孩子们实现心愿，就是要告诉他们，同在一片蓝天下，同享一片灿烂的阳光。谢天谢地，谢天谢地，都没事儿了，都没事儿了，没事儿了。人家马上让咱们停工了，咱们没事了？这么严重都要停工了？林东方要是把咱们工程收回，咱俩就前功尽弃了，没事了？呀，那咋办啊？现在只有一条路，你去自首。我去自首？你不会是让我告诉他们那个毒是我下的吧？你说治啊？人家防疫站已经查出来了，民工中毒是吃了发霉的米造成的。那对呀，那发霉的米，你让我去自首干啥？这样做能一箭双雕，你懂吗？不懂，啥雕？一箭双雕不懂。第一，可以打掉卖陈化粮的奸商；第二，能救停工的急。听不明白，真的不明白。你到时候就明白了，你就听我的吧。林老板，只要您发话让杨树林滚蛋，并且呢追究他的经济责任，来换取调查组对您的停工处罚。接着往下说。只要您把他赶走，我们之间那也少了很多扯皮的事儿，这样对您的工程，对咱们大家都有好处。我保证把您的工程给您干成样板工程。说完了。完了！你就是一王八蛋！你知道不知道？你们现在揽的工程，是杨树林在我那儿做驴做马做狗辛辛苦苦换来的。你想吃独食啊？你怎么比我还黑？啊？林老板，我不是那个意思。啊！出了事儿，你不想办法跟树林一块去灭火，跑到我这儿煽阴风点鬼火？哎。树林找到你这么个搭档，真是瞎了眼。我坦白，我是我们工程队的视频采购员。我为了贪图蝇头小利，拿点回扣，就买了变质的民工米。结果导致中毒的发生。但是这件事情跟我们工程队长没有任何关系。您要处罚您就处罚我吧。工程队真不知道你买的是陈化粮？不知道，这都是我财迷心窍。你看啊，这些民工从农村出来打工都不容易，挣点钱，这事一出把这工地全停了。我觉得我特别对不起他们。真的真的，你要处理你就处理我。你先回去，等候处理。反正要是坐牢我就去，但要是罚款得你和谢三儿处。我要真的进去了，我就一个要求，就是你在外边帮我伺候好毛远远，这样我在里边，我的心就踏实了。没那么严重，
明天去工商局实施第二步行动。啥第二步行动啊？干啥？同志，是这，那个金龙鱼啊，不是给。金龙鱼这回给工地上，这不惹了不少麻烦吗？我批评他了，他也接受。他想戴罪立功，揭发那个卖民工粮的那个奸商，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这事儿？好呀，我们正想做金龙鱼的工作，看来你们工程队还是有觉悟的吧？有觉悟，有觉悟。我就想问一下，如果我揭发他，你能不能让我们工地快点复工？能不能？那就要看你的立功表现了。那我一定积极配合。我现在就带你去看。由于金龙鱼的举报啊，工商局一举打掉了那卖民工粮的团伙。这金龙鱼不但没被处罚，工商局还奖励他2000块钱。是你布的局吧？哎，什么时候复工啊？马上，建委和工商局同意，咱们现在马上就可以复工。行，这事办得不错。谢谢林老板。林老板，你看你能不能把第一笔工钱先给我？我给工人们把工资发下去，稳定一下他们的情绪。才干了多少活就要钱呢？啊，你对付不了那些工人，你怎么当头？我跟你说啊，基本功你得好好练练。什么基本功？拖欠工钱的基本功。什么基本功？哎呀，你咋买了这么多？啊，你捡钱包了？没捡钱包。你先别吃啊！你先喝，你先喝。我想告诉你个事儿，你别跟别人说啊。工商局现在一个月给我3000块钱，让我当那个查那个卖民工粮的卧底。卧底？嗯。工商局还养卧底啊？有，怎么没有？由于前时间我情报的准确，工商局一举拿下了一个卖黑粮的一个大集团。这没过几天。混出人样来了！光机这两天正开会研究呢，可能回头让我去他们那儿上班吧。啥？你去稽查队上班？嗯。那你是不是很快就有东海户口了？差不多，我觉得应该很快就会有东海户口。啊，对了，我还想跟你说，你要是愿意嫁给我呢，你就早点告诉我。我发现最近有很多打工的一直在打我的主意。真的假的？我骗你干嘛？我还有和那个稽查队长的合影呢，在手机上。你拿给我看，你给我看。哎，你肯定是骗我的，你不敢给我看。骗你干什么？拿出来我看。哎呀，出来急了没拿手机。我真的是，我不骗你，我骗你干嘛？先吃，你吃，回去让你看，行吗？吃。跟那女的在一起的就是金龙鱼。哎呀，我走不动了。那我背你。那好吧。来。哎呀，你咋乱扔垃圾呢？一点公德心都没有。那不是要背你吗？我也不能乱扔垃圾啊！那我扔哪儿啊？我捡起来扔垃圾桶。哎呀，你这快去！你等我啊！进来等会儿。说我不会真傻了？哎呀，不会的。就算你傻了，你是工商局的卧底，他们会养你的。这些卖陈化粮的商贩心太狠，太辣了。哎，我手疼。嗯。他们今天能把我打成这样，明天就能要了我的命。哎，哎，
你们稽查队的电话号码是多少？干啥？干啥？你这不是为公受的伤吗？我得让你们领导知道，说不定你们领导一知道啊，他还给你奖励呢。快，电话号码是多少？74876543321。哎，你咋真傻了？哎呀，这稽查队真是干不成了，再干下去小命都保不住了。这样吧，我跟他们打个电话，说声我不干了。啥？你这就不干了？啊！哎，我说你是不是男子汉啊？挨顿打就不干了？说不定这事儿你们领导一知道，明天就给你换东海户口。啊？给谁换东海户口？金龙鱼啊。什么？树儿哥，你还不知道吧？我们金龙鱼现在可是工商局的稽查队卧底。他什么东西？你眼睛怎么了？啊，他眼睛没事儿，头破了。头疼。因公受伤。哎，树儿哥，你怀的正好，你帮我先照看一下他，我得去工商局跟他们领导说一声。哎哎哎，妍妍，老毛病又犯了，你就骗吧，啊，骗你呢，骗我。我这个伤是因为工地上的事挨的打。哎，树德哥，你得赔我医药费啊。这到底咋回事？我说我去稽查队当卧底是骗你的。哎呀，我怎么就相信你？还笑我？不是，打死都没人管你。哎呀，妍妍，毛妍妍，哥管你，没事吧？啊？我死了你都不要管。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现在真的不能给你钱。杨老板，您先抽烟。我不抽。是这样的，我家里遭了洪水，房子都塌了一大半，要大修的，要不你现在把工资发给我吧。是，把烟收了，来坐。是，是这样。现在这个材料款啊，是我和谢三借来的。我向你保证，只要我大老板林东方一给我钱，我第一个给你发工资，好不好？我求求您了，您把工资发给我吧，我实在是等着用啊。树林，哎哥，我是来求你的，我是最后一次求你。老黑的两个娃，医院已经报病危了。哦，哥，不是我不给老黑钱，也不是我不想给你钱。现在这材料款，是我跟谢三借的。林东方现在迟迟不给我工程款。好了，我现在把这材料款给你们发了工资，那咱们拿什么买材料？没有材料，工地就得停工。工地要真的停工了，林东方一分钱都不会给我，那你们的工资一分都得不到。我求求你们了，你们替我想想好不好？啊，哥，我现在是真的没钱，我是真没办法。老刘，你不能再喝。哎，徐范，喝醉了，要你啥都不像。来，喝。嗯。老黑哥，你真的不能再喝，再喝咱下午就不能干活了，干出这个调。俺的工作就是该打喽，俺干了五年休，五年，现在是大。
俺们是给他人做嫁衣嘞，房子改了千千万，自己却没有钱花，错了，兄弟，俺们呢，那没改好嘞，那楼房，那没装修好嘞，楼房，那是谁先做？我知道了吧？ 俺们先出来，俺们是念念中心房，是天天中心房了。哎哥，俺对俺的工作很满意，很满意啊。虽然你老板呀对俺很苛刻，可是俺们知道。 那老板是心疼俺们嘞，俺们每天干着16个小时的活儿，多少人想干赶不上嘞，你知道不知道啊？你真是喝醉了，秀了，俺喝酒咋了？对。 您来了，您来了就好了。老板，俺最了解他了。那每个月不给俺们发工资，那能是把俺们乱花钱？那每年到年根儿，那不给俺们发工资，那是恁天天存着。一过年，俺们一高兴给花完了。俺们经常萝卜白菜汤，还经常饿肚子。 老板，得把俺们发胖，把俺们减肥，真是好人。俺得感谢恁，咱老板，俺给恁跪下了，老板，老板，老板，是我们拿钱。谢谢老板，谢谢老板，你上楼，谢谢你，小老板。我也给你跪下了，我家里急着等用钱，你也给我发了吧。 老板，树根啊，恁代我谢谢树林啊。哎呀，有了钱，俺孩儿就可以看病了。谢啥嘛，本来就是他欠你的。哎，不过树林也挺不容易的，为了讨工程啊，天天像狗一样的跟在甲方的身后。人家说一啊，他马上就得低个二。 人家把屁股一撅，他马上就得上去舔，还得舔出血来。是啊，树林也有他的难处啊。哥，来了。啊，我把这个照片给你送回来。咋了？学生网上不成了？没有上去了，现在不是都电脑吗？他一扫描就留底子了，这照片就没用了。哦，来，让我看看，看看他媳妇儿去没去。<笑>有可以的人看人家婆姨。看看不信啊？<笑>哎，那媳妇儿还。 哎，金龙鱼啊，帮你妈还剩啥了？她就说让你经常上上群人网，看看有没有什么留言。啊。
啥事儿？啥事儿？你这么晚把人叫出来，在这儿说。兄弟，俺有个难事儿，想让恁给俺出个主意。啥难事儿？树林哥没把钱给你了。不是，树林哥把钱给你了。不是那事儿。哎呀，你啥事你说呀？哎呀，俺他妈的不是个人。哎呦，这事儿大了！你干啥事了就不是人了？兄弟，恁不知道，俺卖的媳妇儿是树根的老婆。是我们守的。